么东西在那里哦，这里动了，那个草里面在动。我下去看一下。刚刚就在这里的。刚刚我就看到这一片草在动，来看一下是个什么东西在这里面。在这里啊，找到了，是个螳螂。来挺快，哇，咬我的手，这前爪子刺好长，抓得我的手好痛啊。拿给我家的大公鸡看一下它吃不吃啊。鸭子吃了，这鸡也太无奈了，咬不起来了，就用这个鸭子。